请张先生正座开始选签，听我口令，预备，三，二，一，开始。上到职业技术学院获得开始选签。开始第一局，请我到职业技术学院开始。敲颗粉。
第一句，北京人也直接就是说陕西本地比例。谢谢。第二句，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排球。
自由球。第二节，香港岛直接进入原赛，比分1-1，可以了，女单。然后你们两个学校的把那个混双还有男双的东西都拿出来啊，一会儿省了耗时间了，把杆儿啥的。三局，青岛职业技术学院开球。稍等，放到开球线以后。
单手击球，自由球，10秒，自由球，
二号小铁库。
犯规。自由球。三比北京工业直接进入决赛，比分2-1。四局，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开球。犯规。自由球。自由球。
散会。自由球。自由球。同时他俩同时击中，因为他俩最多算同时击中那个球。
纯女子游泳上比分2-2，混双。啊？你们不就三个人吗？完了还有男双呢，你咋的都在打？张宝，那能看回放吗？回放啊，看不了。没有回放。你们仨打呀？丢过去，秦皇岛直接技术学院开球。对，
受。巧克粉，谢谢。第五局，香港大职业技术学院生，比分3-2。谢谢。
设计。北京工业之路就是这样来修。要求。10秒。
我就千万了，直接就是上比分4-2，单双。就现在开始计时啊，3分钟未到判负一局。一共3个人吗？这期情况咋直接进入学院开球？10秒。要求10秒。
这局北京工作职业技术学院赛比分3-4。谢谢。八局，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开球。没吃苦，糖果。那球没贴。你这个球吃的苦碰的球，而不是碰球吃的苦。丢球。
哎，苗大，那个后台观测的跟你裁判这边有点不同啊，以后台观测的为准。啊，啊，到那。啊。这白酒是在这儿放着的是吧？而这白酒是在这儿放着的。没人动的话就在这儿。十秒。
十秒。北京中国足球就是5-4。点球。比球呀。先点男单啊，把你们队员都叫上来。稍等一下，稍等一下。
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青岛直接技术院，后脑点进去了。点球第一轮，青岛职业技术学院。进球有效，一分一点。点球第二个。进球无效。点球第三轮。参加比赛结束，北京职业棒球队，谢谢，恭喜，恭喜。
了。